嗨，各位，那皇帝我现在人在民宿啊。那皇帝我呢，就是刚在官网的这个 IG 的现实动态看到他们说什么艾琳有 bug 哦，一听到 bug， 皇帝就整个高潮。所以皇帝我呢，现在打开传说对决啊，抖音上有看到这个艾琳 bug 的影片，我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各位有发现一件事吗？就是已经不能够到训练场里面了。然后我就觉得，哎，是不是那边坏掉了？就打开这个，然后按训练营，然后再按英雄训练。然后进来之后，我发现艾琳是整个被锁起来，艾琳是不能够使用的。我现在打开一般场，能不能够玩艾琳？我就想来测试一下。如果真的在实战中是可以一控九，那很屌哎，应该是没办法选艾琳了。来找一下啊。艾琳不见了，有发现吗？各位，艾琳不见了，没办法玩艾琳了。官方一发现这个，就是应该是有人去回报还怎么样，直接就把艾琳给移除掉了。哇，没得玩，这个 bug 这么屌，居然没有玩到，好可惜哦。那有打野，有凯撒，有射手，那这一局我们来玩个克里希好了，因为我觉得艾琳的大招其实跟克里希有一点相似啊，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啊，对吧？那这个 bug 确实是蛮屌的。哎，我们已经进到游戏画面了。天哪，怎么每一场都有白虎字啊？妈的嘞，这个造型 CP 真的很高哎，大家都有买。我跟你讲，要看一个造型到底热不热门，就是你去打一般场，如果很多人有，那对，那就是有了。之前能够玩双蛋蛋流，我不知道各位知道这个东西。就之前玩，你只要是玩这个克里希或法师啊，你第一件装出这个凝霜哦，然后你的这个魔吻也带凝霜，你就可以一次按两次凝霜。但是现在好像不行，现在都有冷却的问题。对面也是出银咒，现在两个银咒都是有白虎的。哎，敢玩的？不对啊，被打的是我，死掉的是我。然后帮忙控制的也是我，然后我他妈打到一半还有来吵我，妈蛋欸。哦，干好痛！我觉得克里不是，我觉得莉莉安这个角色真的要修改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莉莉安这角色伤害高，机动性强，然后又有霸体。这种角色怎么都没有削弱的迹象，反倒是小青，之前小青有一个 bug 的时候就很奇怪，这小青的 bug 明明就没有很急的改，然后他却改了。不是，哎，对对对，你有种进来，哎，对，死掉吧。好，他现在去蹭上路兵哦，你看他蹭上路兵。哎，打啊！你看，我不先出去帮你扛伤害，你是不是就这个影咒就没掉？哇，你看，哎，预判，有看到吗？有看到吗？各位，有看到吗 ？OK 的啦，我预判那个谁，那只脚是什么名字？我看一下。
体力要走那个位置，我就故意丢那边，我绝对不是丢歪哦，我绝对不是丢歪。其实我应该是一直要去干你。点塔点塔，右边有人，很多人。有没有看到？我还会帮忙拯救队友。哇！但是有没有人像我一样这么人那么好的？哦，这个配合啊！253嘛，皇帝我不会再死掉，最多就15次，你们各位等着看，如果我再死掉一次的话，我鸡鸡会变大。Oh my god, oh my god, 我想我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，我看一下，欸，鸡鸡真的变大。哎呦，人都聚集上去的哦！我跟你讲，我就趁我们的队友被围殴的时候，然后我就赶快吃兵。对。干！干！到底有什么毛病？我他妈离超远的了哎！哦哇哦！我觉得要打赢很难啊，因为我们的银州是单机，他吃了一堆经济就135，我还以为很强哎，他还跟着雅雅哎，这不是标准的野王标配吗？哎呦，草丛懂躲，干嘛干嘛？刚刚输要是怪普攻，林北直接投降。所以神配合。我一个一技能半血，然后再输一个 G。干，我直接插一个去世哎！这肥类出什么小啊？这全攻哎，他跳过来，然后一二我就没了。这不是我的问题吧，各位？银州，你这么……我正想说银州你那么肥，应该要杀掉吧？现在双方算是55开啊。现在每经过一个草丛都要技能探草一次，不然很容易被抓掉。到后期各位玩这个在打排位啊，打一般都要养成这个习惯了。来、啊，你有种进来嘿，对。对对对对对，笑笑。那也真的没有关系。我不服信对面会有人绕过我，然后来这边抓我啊！小心敌方在草丛埋伏，魔神泰赛被击败。What the fuck？ 他们的小兵是不是有刺威尔刚啊？靠背、啊，怎么那么痛？哇！我直接一个原地绕赛。其实我个人觉得哈，这个自从这个白虎字造型出来之后，上次我抽那个库拉皮卡，我就觉得很绕赛，你知道吗？出这库拉皮卡之后，就觉得白虎字造型720点，然后特效诚意满满。反观库拉皮卡就还好，我觉得这一局我一定要蹲到一个人我没有蹲到一个人，我感觉就好像对不起克里斯这个角色。来一局，我瞬移二技一技开战一次试试看。哎呦！哎呦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！有机会，有机会！莉莉安出复活甲，莉莉安出复活甲！我想现在找到机会，我就要开战，因为游戏快结束，我必须刷一波。有有有有！刷一波，刷一波，各位！啊干干！靠背！又是飞，太严。
他们眼里只有我。What the fuck？ 赢了吧？不要弄屁呀、啊，赢错，烂个屁呀、啊，超屁的，屁孩一个人，真的他是屁孩。啊，各位，有没有看到？皇帝我拿出实力也还是行的啦，死十次而已，对不对？还可以啦，对啊，死十次。这场我打得不太好，但还行，好不好？有一些操作，尤其是最后一波内裤都湿了 ，OK 吗？好，那各位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告一段落。如果各位喜欢，记得订阅我的爱讲的电影，谢谢皇帝，我的心让你永远看不腻。你们不要问我为什么结尾要这么快，因为我想要休息了。We'll be right back.